我係 Linus，我係一個好外向、好好動同埋好坐唔定嘅人嚟嘅，所以我覺得呢一行咧好適合我本身嘅性格。讀咗呢個 course 之後咧，咁可以學到好多唔同酒店基本嘅知識啦，咁同埋改善到我同人嘅溝通技巧啦，亦都增強咗我對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嘅信心。我嘅事業目標係希望可以繼續再晉升啦。因為酒店嘅架構好龐大嘅。繼續晉升可以令到我不斷增值自己啦，吸收唔同嘅經驗啦，個事業可以有更加好嘅發展嘅。